黑客竊取嘅係我哋 MB 呢十年嚟跟緊嘅嫌疑毒販檔案，邊個係香港最大毒販？我哋警方從來都冇公佈過。我自細就見好多導友因為吸毒搞到家破人亡，只要殺死香港最大嘅毒販，我會用1億港紙嘅獎金。我哋跟緊幾個可疑嘅大毒妖，其中一個叫做地藏。邊個咁夠姜？我哋場都夠膽受。 你话要啊？我出够1亿1000万，买起二送一。我哋嘅比赛开始。系啊，我哋嘅比赛开始。 我还比我赢。